我们家是那个报道的。我去停十二小队，不会吧？话用完没到，把它关掉，这是他们想强调一个重点。只要立中柱一定要把马达关掉，因为就是怕会冲撞前面的人。所以我们不能够这样做，我一定要把马达关掉。要不要换鱼？要不要换鱼？换胳膊鱼。就可以先挂着，管他的，晚点，随便看看放哪里。